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。公子包住啊！唱不出来，唱不出来就说，我说啥呀？抓婆，啥叫抓婆？这个节奏就是抓婆。他那个第一次我知道 rap 这个词儿，就是在这个场合，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。六月六，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。然后现在我上春晚整 rap 去。哇塞！这个包装简直太难受，我张不开嘴，我跟不上六。那你说难受不难受？你说难受不难受？点击左下角观看完整版视频。